箴言第31章第30节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第二点就是什么呢？第二点就是说呢，我们会震惊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呢，就好像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一样呢，我们知道有叫 higher knowledge， 就是一个更加高超的知识，更加高超的智慧。但是问题呢，其实我们会震惊的原因呢，就是在天意这一种的 knowledge 里面呢，却有天意级的印鉴。其实现在弟兄姊妹，你见到我们可以用一句说话形容，就是世界环绕着我们转嘛，是不是？就因为原来这是天意级的知识，天意级的智慧，而但问题亦有天意级的印鉴。这个其实不是就是一直记载在启示录啦。其实好多人冇经历过，好多人亦冇想象过，所以变咗喺启示录关于七印嘅时候咧，佢哋冇办法想象到启示录第五章、第六章咧系讲紧系教会噶嘛。但系问题，启示录第五章、第六章就系讲紧呢样嘢咩？就好似第六章咁，佢讲第一印打开就有第一只马白马，第二印打开就要有第二只马就红马，跟住我哋睇到第三印打开就有第三只马黑马，第四印打开就有第四只马嘅灰马。我哋其实嗰阵时，我哋见到冇错，有权柄授予俾佢哋，有能力授予俾佢哋，系因为点解咧？其实呢个咪就系讲紧啦，因为呢个书卷喺边度噶？喺天上噶，天意嘅级数嘅 knowledge 去打开嘅时候咧，其实系有天意级数嘅印鉴噶。OK， 当然啦，喺地上呢啲神嘅心意级数嘅 knowledge 打开嘅话咧，都有地上神呢一啲心意级数嘅印鉴嘅，就好似我哋大家都心知肚明啦。在圣经里面的 knowledge， 在圣经里面的知识，譬如好像关于医治那样，你打开了关于医治的启示，有没有关于医治这方面神的恩膏和能力成为他的印鉴呢？有。那当你打开了关于救恩之后，那有没有关于圣灵的印记成为关于这个救恩的印鉴呢？是有的。我们现在讲关于医治有没有呢？富足有没有呢？九大恩赐有没有呢？关于救恩有没有呢？其实都有的。换句话讲，印鉴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好像等于圣经里面神的话，记住了，就是心意的缩影。它其实是拥有了个印鉴，个印鉴就是神 store 在里面储存在里面的能力，去导致那样东西应验的。是不是？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在解这一节的时候呢，我其实是不可能，重要是在神的心意里面讲。因为去到这一节，即是箴言第31章第30节呢，其实那里已经是讲天意了，所以变成我不能够再用心意的方式带你去明白。所以你想想，喂，即是以前来讲，我们还是解紧神的心意的时代，现在突然间你要是天意的总结，哇，你即那个都未存在，有人去知道那样东西是曾经存在或者是会存在的时代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明白为什么旧约根本不可能知道，而甚至连新约在我们之前的教会界呢都冇可能知道，因为佢哋都系你叫佢解到神嘅心意，喺圣经里面解到神嘅心意已经系好笑咯，已经系咪啊？仲可以喺圣经里面，仲喺万物当中去解出神嘅天意咧，咁就唔使谂啦，已经系咪？因为就算喺旧约，我净系单喺旧约，神嘅心意里面所摆落去嘅印鉴，就系我哋所讲，呢、这个印鉴基本上系有足够权柄同埋能力去导致到嗰个心意咧应验嘅，系咪？呢、这个就是圣经就讲话神嘅话就好似雨雪一样，系咪？佢唔会徒然返回噶嘛，系咪？佢一定会系应验咗先至系佢嚟到嘅目的噶嘛。就系因为里边原来喺旧约圣经里边咧，或者新约圣经里边咧，神嘅话语里边就隐藏咗神嘅心意，而呢啲心意咧系一定有嗰个能力，就即系嗰个印鉴咧，去导致嗰样嘢去应验嘅。但系问题，当我哋研究四马嘅时候，你有冇发现一样嘢啊？这个天意里面有没有那个印鉴啊？就是第一印、第二印、第三印、第四印，去导致里面所讲的事件应验和发生呢？有。但是虽然那个印鉴是讲的，已经不是讲的一些普通因膏，它讲的是法则，掌管经济的法则，掌管大自然灾难的法则，掌管了死亡和阴间的法则，它审判，可以说它甚至审判天使的这些法则，里面有没有讲这些？有啊。是不是那个？因为为什么？所以有些人直接转不到脑筋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甚至连相信圣经里面神的话里面是大有能力的，能够使到这些我们所相信所祈求的东西会应验，他们都还在挣扎。明白吗？他连那么少信心都没有。
但我哋当然啦，咁少嘅信心，我哋已经系跨胜咗啦。咁神而家用天意，用呢一啲共同信息，去为咗系引发我哋一个更大嘅信心。呢、这个更大信心就系讲紧四马佢能够承接呢一个大自然法则，天上地上嘅大自然法则嘅呢种嘅信心。因为咧，原来天意咧都有本身属于天意嘅呢啲嘅印鉴，系好明显啊，系绝对系圣经里面可以话系最强嘅。OK， 而唔单止，我哋仲要有足够嘅性格去承担承接佢呢一个，咪就系神所讲啊呢个嘅美貌咧。因为嗰个性格，当然啦，神啊唔系净系睇成就同埋能力，佢系睇你喺成就能力当中经过几多磨练，使到你有几多嘅成熟，即系话。你有少少嘅成熟去承担你少少嘅成功，喺神嘅面前唔算得系乜嘢好嘅性格，但你有极之优美、庞大、充满智慧同埋充满内涵嘅性格咧，去承担呢一个咧无人能驾驭嘅呢一种嘅能力咧，神先至欣赏啊嘛！你知唔知道啊？呢、这个咪就系身父可以同主耶稣基督同掌权嘅啦。所以而家你会睇到我所讲紧嘅点解，即系你一定要了解天意啦。就是去到呢一度，我相信已经系让你耳目一新啦，系咪喺呢个信息当中？箴言第31章第30节：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热烈心焦，想红红艳亮。愿尽揭示神形象，祈求将心献，一生也摆上，要散发光辉明亮。愿我诉说见证分享，诚心献我滚是罪，上下发你智慧的法则，除掉旧日混浊思想，在世把握光阴，愿时刻将天国意志宣扬，成就了你美意，愿能雕像存活地上，但愿更委身献上。